得很重。我其实就觉得，就是希望大家今天聚在一起，我觉得今天可以看到大家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。那在座可能有人带着妈妈，带着家人，那我希望你们都可以给身边的一个拥抱。而且这边母亲节快到了，那我觉得天下最伟大的女人真的就是妈妈，所以如果妈妈在场的话，小朋友赶快给妈妈一个拥抱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带来一首抒情歌曲，叫做《幸福不远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